Hello，目前复习的是 PPT 2013-16，插入相簿的应用方法，很简单，之前有复习过。那此则是一个加强复习、加强概念题，书稍微常用的，适用的情境是相片比较多的时候。OK，了解一下插入相簿的应用方法，一样是来自 QB 的郑老师。OK。看一下，这个是，看一下，是，目前是开一个空白档案，然后呢，点一下插入，这边有一个相簿，好，这边一个按钮，点它一下，这个区块很容易会出错。再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这个区块，有图片、图像，这边有图片、美工图案、荧幕、截取画面，第四个是相簿，好，目前实物操作是相簿。那图片它美工图案之前我复习过，比较适合的是单张。OK，那目前是相簿了，进入主题，插入相簿，点它一下，这边按钮点它一下，然后再点一下新增相簿，呈现一个相簿一个方框。好，把它拉上来一点。好，那这边找一下档案，点它一下，刚才复习过是在一场的一个前篇档案，而且是我现在是点选范围，比如说第一张到这张好了，OK。点选范围之后呢，等一下这里下一个插入，点一下，好，这些这样的画面，判别一下它已经进去了，在这边，然后这边是预览，总共几张看一下，这边是从第一张到18张没错。再了解一下这个区块，这边有一些颜色亮度、黑白，或者是要横向、直向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所有图片设为黑白，如果要黑白就点它一下，如果不要的话就不用点。OK，看一下，这边呈现黑白没错。那我现在没有要点，OK，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含义。那如果说这里面还有一些移除的，这边再点一下移除，或者是位置要，排序，这边往上往下的意思。OK，好，了解一下它的一个每一个区块的意思。如果没有要做更改的话，就直接点建立即可。等它一下 run 一下。也就是相片越多呢，它 run 的时间越长。那目前是看一下底下这边有一个投影片浏览，点一下。好，后面大缩小。好，第一张到19张没错。好，第一张是呈现相簿这个字幕。OK，那假设要回顾标准模式，再点它一下。OK，好，那第一张就是比如说这边一个文字方块。好。那自行再打字即可。好，以上大概复习完毕是插入相簿的一个操作方法。行，然后调一下。好，再看一下这个区块，插入相簿。好，刚才操作了，后面就在插入相簿。那第一个图片啊，美工图案，看一下。是属于比较适用的单张，比如说这边点了一下，一样会呈现一个插入图片的方框，然后自行点选，这是属于单张的适用单张。第二是美工图案，之前复习过，好，这边呈现一个搜寻的一个美工图案的一个长的一个方框，好，大概再加强一下概念，好，那目前呢是插入相簿这个区块，新增和编辑，OK。刚才实物操作 OK 之后，好，以上，再待续，此则为 PPT 2013-16插入相簿的操作方法，加强概念，之前复习过，很简单，但是很容易出错。OK，好，适用在相片比较多的情景。OK，看一下。插入相簿，好，再把
画面通过电脑点了一下，移到19张没错。OK， 好，以上继续。看一下，目前是看一下，晚上的凌晨1:33。好，继续。